我从来没买过五分裤的这种毛衣裤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就是它可以保暖又不显胖，而且我穿的是米色，它就是整件都是麻花的，包括正面背面裤子正面背面全都是麻花的。再来，它像包心纱一样柔软弹力，而且你看我只拉袖子，它的弹性啊，它的织法太厉害了，而且你看裤子也不透，也不透。好，再来裤子，这个一路可以穿到 XL 没有问题。那像女儿是 S 号，我穿起来大概在肚脐左右。好，那放下来的话，大概呈现大概四五分裤的状态。如果你嫌哎我不想裤长这么长，很简单，如果你是 S 号的粉丝，像我一样，往上折一折翻下来，它就会变比较短的短裤。这个裤子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搭宽松舒适的一些大 T 大毛衣，所以呢你可以自己变成是这样。它这个麻花它是那种超软超舒服的麻花，然后完全不会刺刺痒痒，它整个版型就是那种比较垂坠感，然后就是把你身上肉肉都包住，但是看起来不会胖。我相信各位家中都有类似的窄裙，你看这样 CP 值多高，两个颜色超级难选择，我觉得它 CP 值很高。